哎，文俊，啊？你之前不是说你住在老城区，想要一台你能驾驭得了又智能的车吗？对啊。今天回来了一台机器人的试驾车吧。什么是机器人？那文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欧尚 Z6 IDD 机器人来的哦。但是我住老城区，你给我推荐这么大一台车。我就是考虑到你住老城区，所以我才给你推荐这一台车。你要想一下，你住老城区，停车位那么窄，两边的车把你车夹住了，你上不了车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收摊了，这个车的秘籍来的，Z6，把车开出来，然后我长按这个钥匙泊车键，它就可以开出来了。出去了，里面没有人了哦。那它除了开出来，还有什么厉害的东西？开出来小菜一碟。你想一下，你作为一个宝妈，你抱着孩子又拎着东西，要把东西放到尾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拿钥匙我给你啊，免得说我作弊。Z6，尾门打开。哦，它能语音打开尾门呢。对，它有车外语音的功能，能控制这个尾门的闭合。但是呢，相比起外面，你。